我是钢管列车党。109年12月20号，瑞芳凤家路。10:07，出发在此站等待列车通过。273次将三线抗彰化的埔右马直角准备通过。将2027将挑2028埔右马直角，273次将三线抗彰化的埔右马直角在瑞芳翁家路通过。因为下午车潮太多，所以我可能就不去那个龙潭隧道前排了，那边都有点危险。除非知道正确资讯，就这样。那个安全也拜拜。因为那边人真的车潮太多，真的蛮危险。刚开始的点。